我觉得很真实，他很直率，很大方，竞技界的表情包大师。游泳界的一届清新的泥石流。我老公进台子家学那个表情，我想问他严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重要的是那种奥运精神。我们喜欢的是最真实的一个运动员。他只要拼尽全力就可以，努力了就好了。我觉得不一定就是拿到金牌的喜欢嘛，他就那个第二名也只差了0.01秒。他说可能因为我的手短吧。 我觉得这个反而更显得有参与感吧。全民决赛就是影响大伙锻炼，很好的一个大家庭的聚会，对吗？奥运会能促使人们更加团结。我觉得奥运会更多是带来大家一个欢乐嘛。